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iMyPhone 台湾频道。iMyPhone iGo 是什么？到底怎么用？究竟有什么功能呢？今天影片将为你一一解答，看完后就能免越狱，摆脱电脑，急需一部 iPhone 就能轻松修改定位。或许大家只知道 iMyPhone Any2 能修改手机定位，其实 iGo 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和 Any2 一样， iGo 支援你修改 iPhone 手机定位，支援帮助你在宝可梦、MS Now、皮克敏等游戏中修改定位，也支援使用在 LINE、WhatsApp 等社交软体中。不同的是，在使用 iGo 的过程中不需要使用电脑。了解完关于 iGo 的相关资讯后，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直接在手机上体验了呢？以下是我们为你提供的 iGo 安装与使用详细教学，赶紧来一起试试看吧。首先点击描述中连结，在电脑上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iMyPhone Any2， 并将 iOS 装置连接至电脑。只有首次安装才需要连接电脑。点击右上角工具箱内取得 iGo 测试版本，将手机需要的档案安装到手机上。完成后用手机扫描行动条码也安装 iGo。 用 iOS 设备扫描后，登录你的 iMyPhone 账户，点击取得 test file， 然后确认安装 iGo Marketo， 同意并开始测试。开启后点击右下角设定 feedback， 输入关键字 Any2 和电子邮箱，提交后重新开启 iGo。 软体会定位你的当前位置，长按任意位置和模式并确认移动，根据步骤进行新增 VPN 设定，开启 VPN， 下载说明档案，打开设定。一般 VPN 与装置管理中将已下载的描述档安装，然后开启 iGo， 登录你的 Any2 账号。你可以在任意地点或者在搜索栏中输入目的地进行跳转。在 iGo 内长按任意位置，选择要进行移动的模式，调整移动速度之后点击移动，就会开始按照真实的路线模拟前进。打开地图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GPS 定位是在按照真实路线移动中的。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会随时分享更多 iOS 虚拟定位相关小技巧，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我交流哦，拜拜。